不说话，也不能乱说话。为什么要大手啊？我支持你。完了，叶老师来歇菜了，我的角色崩盘了。阿姨什么的，跟我打招呼，应该说啥？雷猴。雷猴，这是如果比较近的、比较认识、比较很多年的那种。到了检验学习成果的时候了。课后练习也是很重要的。感热啊，扭到啊，扭到。OK， 我这本来啊，我觉得我广东话说挺好，他一说地道吧，把我全卖。老董，哎，我就麻烦了，我说。随便的，一会儿你他说太地道了。